进入生态家园有一个德育课程，这是为了陪伴更加侪有需要的乡亲，请专家指导这天赛农夫做上简单的德育题。虽然阁是静态课程，不过所有学员拢讲，因做甲真快乐。用认真的态度，用手来抹地，对进入生态家园的天赛来讲，是全新的体验。可以来吃东西，做筷子啊，摸摸一摸。不会很难。不会。喜欢做竹子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有兴趣。中央生活美学协会开办立工艺希望工程，为着陪伴各地有需要的乡亲，专工来到集集生态家园办理德育课程。哎，我们教他们做日常都会用到的竹筷子，然后竹筷子做好了之后呢，也让他们体验一下我们用夹珠珠的方式训练他们的手部的这个动作。希望透过德育学习，会当促进集集生态家园的天赛。新心灵的健康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